甲的村庄，我的母亲就生活在这里。位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自古以来不只是地理上的高峰，也是诗歌与文学的绵延的山脉。农耕和游牧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与融合，为不同种族的人们带来悲欢与聚散，最终化成了诗歌的沃土。这里是采薇、出居、六月等诗经里名篇的诞生地，也是杜甫、岑参、卢照邻、贾岛等人创作边塞诗的灵感之源。远古的诗意至今滋润着六盘山脚下的土地，沉厚的历史与多彩的生活使得这里成了文学的富矿。文学是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最好的庄稼。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走访六盘山地区时留下的一句话。作家郭文斌的故乡便在这里。农历正月十五前夕，他再一次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固原市西集县粮食湾。在郭文斌心里，故乡是一盏会不断赋予他写作灵感的长明灯。有故乡在的地方，娘就永远在。这院子对我来讲，就是人间天堂。元宵节里，大人小孩最期盼的一件事，就是晚上点荞麦灯供月亮。郭文斌的嫂子一早便准备蒸荞麦灯用的面，荞麦馍馍的香气飘散在院子里，那是郭文斌最亲切熟悉的味道。这个院子它给了我无限的生命的一种丰富性的感染。我记得小的时候眼睛一睁开，阳光从入窗户打进来，你会发现在那么一个刹那间，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散在这个院子的月辉，包括那些蜜蜂、那只花猫，最初的那种人间美好都在这个院子里。那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晨起来，我伯母起床之前，我母亲把家里的一切活都干完了，掏炕灰呀、挑水呀、扫院呀。那当年我奶奶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那个我父亲、我母亲说：“善待你的哥嫂。”从我生下来一直到我走出这个步子，我们这一家人没分过家。我记得我从小我就是在我伯父伯母的被窝里长大的，啊，我父亲拿那个旱烟锅敲打我的时候，我伯父我伯母保护我，所以感觉着就是伯父伯母更亲。我母亲是把儿女的亲情让给了伯父伯母，他一切都奉献，只要你乐意。正月十五是个团圆的日子。全家老少聚在一起做做荞麦灯，在六盘山地区，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
做好的灯盏要在锅里蒸熟，等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放上清油点燃。在郭文斌的记忆中，他的父母与伯父母当年也是这样围坐在一起，这便是家的样子。这老辈的这种作风传到我们这里，同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没有你我，这是这个堡子给我们留下来的永远的价值。正是先辈们善良守信的品格，无私豁达的心胸，使得这个堡子成为梁石湾最知名的院子。每逢春节，村子社火队伍也会来到这里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等我师傅演阳天，我的生活啥地方从哥推头用五哥让他炉里背面去，炉里里面有精华，妈妈露了个东西。郭文斌将自己最珍爱的小说《农历》送给大家，就像当年母亲把蒸好的荞麦馍馍送给乡亲，一字一句都带着暖暖的祝福。每个节日都连接着大地的馈赠，父母的恩情。郭文斌把这种情感融入到小说《农历》十五个章节里。我想写一本吉祥之书，它既能给大地带来安详，又能给人带来吉祥。其中郭文斌最喜爱的一个篇章《元宵》便是根据他的童年经历创作而成。那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个画面是非常深刻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在郭文斌的小说中，元宵节的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全家会围在一起，看着父母把一盏盏荞麦灯点燃。老人讲，我们点的这个灯是什么灯呢？叫明星灯。就说这个灯一点呢，我们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做错事了，不会走错路了，不会迷了。这些灯盏碗里面，这些油盛上，但是终究它会，这些油会着光。所以我就向父亲、向母亲申请，我说再添啊，再添啊。不行，没有了，为啥呢？只有一次。也许生命的意义早已藏在一盏盏的荞麦灯中。在每个元宵节的夜晚，启示了一辈又一辈的人们。我母亲，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贪恋，走的时候也是很潇洒。啊，月亮正是的，心品尝着呢，啊。我父亲就说了一句话，世上没有不灭的灯，荞麦灯风是能吹灭的，但人心中的那个灯风是吹不灭的。这个元宵节，堡子里不再有父母与伯父母的身影，但荞麦灯
是几乎达到了村村有作家，村村有诗，悲天重土都有种庄稼，晚上盘子看写小说写诗。正是源于文学在六盘山地区的规模性与普遍性，西吉县被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文学之乡的称号。文学是这片土地结出的最好的庄稼。有一些学者他认为西北部文学的特点就是苦难，我是一个略有不同意见的人。西北部这片土地提供的是狂欢。六盘山脚下这片土地在历史上经历过战火，经历过贫困与苦难，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他们的坚韧与乐观对抗着命运，一辈一辈生生不息。作家火仲坊生在西吉县火家集，这片土地上飘荡的秦腔与沉淀的历史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与启蒙。如郭文斌所讲，西海固这片土地给予人们更多的是狂欢，那这种狂欢里一定包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们成长的秦腔。忠孝节义啊，仁义礼智信啊，好多非常有教育的情节都包含在这个戏剧里面。十三岁就登台，我父亲是主角，我哥也是台柱子，所以我小时候就耳濡目染吧，生旦净末我都唱。我就听说那时候有个唱戏的，他能够使观众的魂荡神怡，他的艺名叫个勾红娃。火仲坊从没见过那个传说中的勾魂娃，但响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腔却真的勾魂摄魄，让火仲坊痴迷不已。这个当时家里的读物也没什么书籍，就是剧本，剧本有些是油印的，有些是手抄本。所以说我到中学念书的时候啊，我的桌框里面就放的剧本，这个上书的话我不感兴趣去看剧本，所以老师把这个剧本收去了好多。看遍所有能看到的秦腔剧本，演遍所有能演的角色后，火仲坊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为求一字文，耐得半宵寒呐！啊，就是说都想不出来。中午饭吃过以后，啊，一直写到半夜，把那个瓶盖拿出来一看，抽屉一开开拿出来一看，比那个老鼠也得咬的活活了呀，都吃不成。在文学之路上跋涉了几十年后，1998年，火仲坊完成了7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华诞》。这部散发着当地风俗醇香的作品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西北风俗百科全书，而书中主角的名字正是传说中的勾魂娃。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让火仲坊热恋的不只有秦腔，还有那些已经深埋在黄土下的历史。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一座古城叫杨木龙城，居住在宋朝。历史上
在这座古城附近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争。西夏李元昊率十万大军在濠水川地区伏击北宋，宋朝军队伤亡惨重，战争的消息传到了守城将士的耳中。明知敌众我寡，大势已去，但守将王圭依然率领守城的4500名战士离别父老妻儿，奔赴战场。他以必死之心冲入敌阵，最后是一目中间而阵亡。火仲坊刚刚完成的小说《濠水悲歌》，便是以发生在家乡的这段悲壮历史为素材创作的一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作品。朝代几经变更，历史沉浸了土壤，城墙边却浮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面孔，笑声与说不完的故事。据说成吉思汗也曾在这边陲要地驻守，并部署指挥了一场战役。他撤了以后呢，留下了两员大将，一员大将叫额都护，另一员大将叫火力虎达。哎，我们就是个火力虎达的后代。火加吉的人大部分都姓火，他们在六盘山脚下的大地上，听着秦腔，唱着快板，过着日子。我们邀请到老花广场的道路们，有请老花没事，我们没有家家宝儿。火仲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西海固困苦的年代，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西海固的人，不论是作家也好，不论是平民百姓也好，或是政府的部门的干部也好，做什么事儿都有一种非常执着的这种劲头啊！我们是中国强者，大家有一样心，正面指标为人民。高亢的秦腔吼在山梁上，一字一句飘进人们的心里，融入人们的魂魄，从古至今从未停息。这片土地跌宕而久远的历史，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沃土。这里自古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之地。一座座古城堡无声地诉说着历史上的烽火硝烟与休养生息。十多年来，故园作家牛洪起一直穿梭在这些城堡之间，用照片与文字记录着历史在当下的样子。我父亲当时他是一个皮匠，就是给那个车马做那个碗具的，经常到这个乡下去，就有时候他们就干活，我就围着那城堡就玩，有时候就上到那城堡上面去。那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神秘，很有故事，所以说就印象很深。老吴用，这一下抽根烟来再坐。这房里又麻烦你，指甲好点的。恁这几年都没上去的。这就套。哦，我就说，恁就是恁年龄的小伙子嘛。当地人管这个院子叫韩家堡。当年牛洪奇路过这里，看到建筑保存得很完整，里面还住着人，便向院子的主人老韩打听他的故事。
老韩的父亲出生的那一年，他爷爷建好了这个小小的城堡。为了防御当时猖獗的土匪，用夯土筑了高高的院墙。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高高的院墙下，老韩的爷爷收留过过路的小战士。这座接近百年的城堡是这片土地上数百座城堡中较年轻的一座。每一个城堡都有每一个城堡的历史和存在的意义和它的里面的故事，而每一个城堡它都有它的灵魂。虽然这些城堡一直出现在牛红旗的视野中，但他真正走进这些城堡探究他们的灵魂的路途却格外曲折。牛红旗至今都难忘记他第一次将自己创作的文章拿给老师看的情形。快夏天了，开春了，已经天都热了，我当时还穿的是棉袄，穿的棉裤。他就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讨饭的，你再热爱也没时间，也写不出来什么东西。那一年牛红旗18岁，因为家境贫困，热爱文学的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社会上打零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下了狠心，我说我再穷去把自己先生活先有所保障，然后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就是收破烂摆地摊，再慢慢的呢就开始开服装店。作为60后，牛红旗就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功的脱贫致富。95年的时候已经开了摩托车公司，慢慢就做大了。这一年曾经拒绝牛红旗文学创作的老师主动找到了他。他说，你是不是把你该做的事情都忘了，你现在这个真的当了商人了，还记得有一件事情。我说我肯定记着。牛红旗知道他所研究的每一座城堡里都藏着一段故事，一段过往，他们如同一群沉默不语的朋友，伫立在六盘山脚下。已是人到中年的牛红旗重拾童年时的梦想，开始一座一座的探访城堡。他用4年时间考察了西海固大地上的398座城堡，从秦汉到民国，有的保存完整，有的只剩下断壁残垣。这些城堡用他们的存在诉说着历史的过往。冰雪消融，为人们的心灵点燃一盏明灯。汤鹏飞生于70年代末，
他深知人生有很多条道路，每条都会通向不同的结局。我现在也很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也有两个挺可爱的孩子。如今安享岁月静好的康鹏飞也曾经是一个不羁的少年，他的青春也曾因迷茫而有过一段蹉跎的岁月。这个院子是康鹏飞儿时的家。1991年，刚刚过完元宵节，梁士湾还沉醉在大年的喜庆中。14岁的康鹏飞背着父母，与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一起悄悄离开了家乡。就是穷，那就是总共10来块钱学费啊，自己家中也就是付不起。我的父亲就从村子这头，从东头，挨家一户比较好一点的人家，一家一户就借钱，借不到钱的时候他就回来，当然也不说啥任何话，纸团一样粗的旱烟棒子一根接一根抽。村子与外面打工的人，外面世界就特别能赚钱的样子，咱们也出去挣钱走。走一步算一步，也不往长远也不想，就算是跟有随心所欲的。但是也有愁的时候，你光这个真的连饭钱也都没有了，这明天哪搞去呢？和有时候憎恨家里面了，开始。为什么把我要生在你这个家庭？就这样，康鹏飞与其他的孩子们在外漂泊了5、6年，直到有一天，他在街边闲逛，看到了一个书摊。很随意的开了，看了一看，我就随便把一本书，边走边翻的时候就，看到一句话：哎，一个人一生中总得有个觉悟时间。而这个觉悟时间的早晚，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命运。这一句话一开头，突然把人心里咯噔一下。这本书便是西北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凝结着一代人共同生命记忆的小说，激励了无数的读者。书中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安，在命运中遭遇的挫折与痛苦，追求与欢乐，深深地打动了康鹏飞。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这个世界。我从那就找到一个点，一切都是自己所走的路子不同。结束了漂泊的康鹏飞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回到家乡，开始了平凡而踏实的生活。要行，感觉就好多话要说，但你又无处诉说，我不然说就自己就想着写日记，把日记本就当了是自己心里的驿站。康鹏飞将这些年来压在心里的话吐露在日记中，一页一页载满他对人生的思考，对当下的反思。这些文字被同村的郭文斌看到，鼓励他给杂志社投稿。给玉盘山杂志社，没想到还真被发表了，我一下就把我的写作的信心就吊起。33年前为止，老杨求长会发现。2005年，康鹏飞的小说《夜班车》获得全国鲲鹏文学奖。如今，康鹏飞热衷于推动村子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他希望文学的陪伴能够驱散人们内心的孤独，
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影响身边的每一个成人，每一个孩子。你爸怎么说戏了？我的妹妹叫小灿。带动一群人的精神风貌。2009年，康鹏飞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道德模范。文学能使人走出迷途，文学也可以使人勇敢坚强。我的母亲是三十秒就到了童养县，每天就忙活了，就起来到很远的那个村子里去挑水嘛。当你说家里人其他人去的时候，我们亲戚就身上的担满了大缸水，而且把那个稻谷垛已经做好了。单小娃是一位离异的单身母亲，她与孩子们生活在西吉县吉强镇。这一天是周末，为了维持生计，小花还要在手机店打工。她懂事的女儿已经在家做好饭菜等她回来。在宁夏六盘山地区，偶尔能听到一阵阵如蝉鸣般的旋律，那是口弦发出的声音，当地人也称它为口口。女人们那些无法诉说的悲与喜，会随着口弦从窗户里飘出。小花的家里也有一枚口弦，那是已经去世的母亲留下来的。小花与姐姐思念母亲的时候，就会弹起那枚口弦。我不会弹，你不是能弹小？小时候弹的好小。因为我母亲生活那个年代，就是没有那个就是电视机呀、收音机呀这一类的娱乐器，唯独有的就是那个口弦。记得最了情的日子就是，老师放学回来。我们去在另一个房子里，就坐在那炕沿边，他弹口弦的，然后他的眼泪哗啦啦的淌。当时我就知道他跟父亲吵架了，只能就是跑过去帮他擦擦眼泪。小花带着母亲送给她的口口成亲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像母亲那样度过一生。口弦陪伴着小花度过了将近20年漫长的婚姻。慢慢的，他听懂了当年母亲那些无言的旋律究竟在诉说着什么。显得压抑沉郁，如房檐滴水，又如秋雨绵绵。这时我也眼泪巴巴地依偎在妈妈的身旁，用我那脏兮兮的小手帮妈妈擦干眼泪。妈妈一见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这是单小花发表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口口》。文章虽然稚嫩，充满了她的倾诉，她对生命的思考。但是就是太压抑了，觉得不说这些话心里觉得难受。母亲那个年代，他们只能承受，女人只能在家里待着，就是种植呀、做饭，除了这些事情不可以看书写字。我叫雷秀芳，我今年13岁，读初一。我的妈妈叫沈小花。我妈就是为了供我们上学，也是挺辛苦的。她每天站在那个手机店里，一天要站好几个小时。我的梦想是想当一名歌唱家。
我做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写我妈妈。我觉得我妈负责任、正直、善良、勇敢。小花并没有像母亲那样接受命运的摆布。人到中年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开始了单身母亲的生活，打工抚养孩子，在闲暇之余，她便会读书写作，那是她心灵的慰藉。就是通过这个文字，她让我感到温暖，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写出一点有高度、有分量的作品来。重重的六盘山，层层的旱梯田的包裹下，口口的声音依旧在这里飘荡。然而如蝉鸣的旋律中诉说的已经不再只是悲伤。生活中一幕幕的往事，一次次的触动与思索化作文字，流淌在人们的心中，安抚灵魂，点燃思想。那些文字承载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同记忆。那些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撕扯着你，交织在一起，你就觉得你必须要表达。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作家几乎都有农村生活经历，或多或少都可能会面临生活中的苦难的一些经历和考验。可能早期的作品我就是带有抒发性的东西多一些，温情的东西多一些，但是我近期的作品我就是警醒的，就是质问的，这么一些引人深思的一些东西多一些。80后回族作家马金莲在西海固文学滋养下长大，今年他的作品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成为继石书清、郭文斌之后第3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宁夏作家。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写我生活的那个农村，就是我熟悉的那个村庄，可能这种农村生活的这种底色都会永远的浸透在我的文字里。你好，这就是我们村，我们家。马金莲出生成长，给予他文学灵感的故乡西吉县扇子湾已经完成了政府的生态移民搬迁。像墙上的这些缝儿、这些眼儿，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小手都一遍一遍的抚摸过。很小的时候只能够这么高，后来随着一年一年的长大，就高度越来越高。你看到的世界凋零，冬天，你看到的冬天如绝望的世界。白树的花叶飘落下来，在我们之间无词的地带。小百花粉过了，红麻花蓝过了，苜蓿花紫过了，长城两上两个隐姓埋名的人说好。这种对于故土的眷恋与乡愁深深地印刻在每个六盘山脚下的诗人与作家的灵魂里，他们的根基永远深深地埋在厚重的黄土中，而他们的支脉却在努力伸向文学更远的方向。怎么样去超越苦难，怎么样去超越我们前辈的作家所表现过的这个主题，从这一个主题里面我们能挖掘出更多的、更高的、更深的东西，能走得更远。从宁夏当代文学领军人物张贤亮
到引人瞩目的西海固文学现象，宁夏文学从寂静到繁荣。对于他们来说，六盘山脚下的家乡只是起点，绝不是终点。戏剧之所以成为文学之校，是当之无愧的。我要借文学之力，帮助更多的人，唤醒更多的人。人活着，做校长要活得要有责任一点。有文学，还让人别扭了，更加坚强。拥抱的拥抱的姿态就是，逝者就是走出西海固，走出宁夏。就是西海固，他是要出大的作家的。文学是六盘山人的骄傲，是西海固长出的最好的庄稼。它在改变一些人命运的同时，也丰盛了当地人的心灵和想象。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踏着黄土，顶着烈日，迎着粗粝的风，一代代作家走上了文学之路。苦难从来不是他们的底色，只是为了让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在中国文坛崛起的身影，是这片土地反馈给这个时代的最强回音。